Hello， 大家好，我是宾的。这一两个月好多游戏开服啊，还有不少款都还在预约中。看来最近的新品大战将会打得血流成河啊！而不出所料，我们的露珠果然开始磨刀霍霍了。谁又将成为他们的刀下韭菜呢？真是令人期待啊！让我们来快速关心一下上个月的产品走势。
Netmarble 的我独自升级，凭借着全球发行加高人气的 IP 加持，创下了极高营收。目前韩国也是营收占比最高的国家。日本在上个月拿出老 IP 改编的《学园偶像大师应战》，开服表现也很不错。而明朝因为在月份末期上架，外加开服的时候出了不少状况，表现并不如预期。但在六月份调整卡池以后，短短一天就超越上个月的累计营收，看来还是很有实力的。就看未来库洛的营运状况了。另外再次提醒啊，台湾利用游戏诈骗事件非常的多，请不要加入奇怪社团或者接受任何不明的好友邀请，以及只要是非官方的正版授权或者依靠那些不实广告的游戏都不要碰，甚至花一分钱啊，适度娱乐，理性消费。今天影片就到这边，我是明德，我们下次见，拜拜。